《方广佛花严经》卷第七十，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叉难陀译。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十一。尔时，善财童子于喜目观察众生业神所，闻普喜床解脱门，信解去入了之随顺，思维修习念善知识所有教诲，心无暂舍，诸根不散，一心愿得见善知识，普于十方勤求匪懈，愿常亲近生诸功德，与善知识同一善根，得善知识巧方便行，依善知识入精进海，于无量劫常不远离，作事愿意，往诣普救众生妙德业神所。十，彼业神为善财童子示现菩萨调伏众生解脱神力，以诸相好庄严其身，于两眉间放大光明，明智灯普照清净床，无量光明以为眷属，其光普照一切世间，照世间已入善财顶，充满其身，善财尔时即得究竟清净轮三昧，得此三昧已，悉见二神两处中间所有一切地尘、水尘及以火尘、金刚摩尼咒宝微尘、花香璎珞诸庄严具，如是一切所有微尘，一一尘中各见佛刹微尘数世界成坏，即见一切地、水、火、风诸大积聚，亦见一切世界接连，皆以地轮任持而住，种种山海，种种河池，种种树林，种种宫殿，所谓天宫殿、龙宫殿、夜叉宫殿，乃至摩猴罗伽、人非人等宫殿屋宅，地狱畜生、阎罗王界一切住处，诸趣轮转、生死往来，随业受报，各个差别米不稀见。又见一切世界差别，所谓或有世界杂秽，或有世界清净，或有世界去杂秽，或有世界去清净，或有世界杂秽清净，或有世界清净杂秽，或有世界一向清净，或有世界其行平正，或有附住，或有侧住，如是等一切世界一切趣中，悉见此普救众生业神，于一切时一切处随诸众生形貌言辞行解差别，以方便力普现其前，随意化度，令地狱众生免诸苦毒，令畜生众生不相食啖，令恶鬼众生无有饥渴，令诸龙等离一切怖，令欲界众生离欲界苦，令人趣众生离暗夜部、回子部、恶名部、大众部、不活部、死部、恶道部、断善根部、退菩提心部、欲恶知识部、离善知识部、堕二乘地部、种种生死部、异类众生同住部、恶时受生部、恶种族中受生部、造恶业部、
业烦恼障部，执着诸想系缚部，如是等部悉令舍离。又见一切众生，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有色无色，有想无想，非有想非无想，普现其前，常勤救护，为成就菩萨大愿力故，深入菩萨三昧力故，坚固菩萨神通力故，出生普贤行愿力故，增广菩萨大悲海故，得普覆众生无碍大慈故，得普与众生无量喜乐故，得普摄一切众生智慧方便故，得菩萨广大解脱自在神通故，严净一切佛刹故，绝了一切诸法故，供养一切诸佛故，受持一切佛教故，积极一切善根，修一切妙行故，入一切众生心海而无障碍故，知一切众生诸根教化成熟故，尽一切众生信解，除其恶障故，破一切众生无知黑暗故，令得一切智清净光明故。十，善财童子见此夜神如是神力，不可思议甚深境界，普现调伏一切众生菩萨解脱矣，欢喜无量，头面作礼，一心瞻仰。十，彼夜神即舍菩萨庄严之相，还复本形，而不舍其自在神力。尔时，善财童子恭敬合掌，却住一面，以记赞曰：我善财得见如是大神力，其心生欢喜，说偈而赞叹。我见尊妙身，众相以庄严，譬如空中星，一切悉严净，所放殊胜光，无量刹尘数，种种微妙色，普照于十方，一一毛孔放，众生心数光，一一光明端，皆出宝莲花，花中出化身，能灭众生苦，光中出妙香，普熏于众生，馥郁种种花，供养一切佛，两眉放妙光，亮与须弥等，普处诸寒食，令灭愚痴暗，口放清净光，譬如无量日，普照于广大，毗卢舍那境，眼放清净光，譬如无量月，普照十方刹，熄灭是痴意，现化种种身，相状等众生，充满十方界，度脱三有海，妙身遍十方，普现众生前，灭除水火贼王等一切部，我成喜目教，今得一尊所，见尊眉间相，放大清净光，普照十方海，熄灭一切暗，显现神通力，而来入我身，我欲圆满光，心生大欢喜，得总持三昧，普见十方佛，我于所经处，悉见诸微尘，一一微尘中，各见尘数刹，或有无量刹，一切贤浊秽，众生受诸苦，常悲叹豪气，
或有染净差，少乐多忧苦，视现三成相，往彼而救度。或有净染差，众生所乐见，菩萨常充满，住持诸佛法，一一微尘中无量净刹海，毗卢遮那佛往劫所严净，佛于一切刹悉作菩提树，成道转法轮，度脱诸群生。我见普救天，于彼无量刹，一切诸佛所普皆往供养。尔时，善财童子说此颂已，白普救众生妙德业神言：天神，今此解脱甚深稀有，其名何等？得此解脱，其已久如？修何等行而得清净？业神言：善男子，事处难知，诸天及人一切二乘所不能测，何以故？此是住普贤菩萨行者境界故，住大悲藏者境界故，救护一切众生者境界故，能净一切三恶八难者境界故，能于一切佛刹中少龙佛种不断者境界故，能住持一切佛法者境界故，能于一切劫修菩萨行成满大愿海者境界故，能于一切法界海以清净智光灭无明暗障者境界故，能以一念智慧光明普照一切三世方便海者境界故，我成佛力，今为汝说。善男子，乃往古世，过佛刹微尘数劫，尔时有劫名圆满清净，世界名毗卢遮那大威德，有须弥山微尘数如来于中出现，其佛世界以一切香王摩尼宝为体，众宝庄严，住无垢光明摩尼王海上，其行正圆净慧合成，一切严具障云而覆其上，一切庄严摩尼轮山千匝围绕，有十万亿那由他四天下皆妙庄严，或有四天下恶业众生于中止住，或有四天下杂业众生于中止住，或有四天下善根众生于中止住，或有四天下一向清净诸大菩萨之所止住。此界东记沦为山侧，有四天下名宝灯花床，国界清净，饮食丰足，不及耕耘而生稻粱，宫殿楼阁悉皆奇妙，诸如意树处处行列，种种香树横出香云，种种蛮树横出蛮云，种种花树常遇妙花，种种宝树出诸奇宝，无量色光周匝照耀，诸音乐树出诸音乐，随风吹动演妙音声，日月光明摩尼宝王普照一切，昼夜受乐无时间断。此四天下有百万亿那由他诸王国土，一一国土有千大河周匝围绕，一一皆以妙花覆上，随流飘动出天乐音，一切宝树列植其岸，
种种珍奇以为言饰，舟船来往趁情戏乐，一一河间有百万亿城，一一城有百万亿那由他聚落，如是一切诚意聚落，各有无量百千亿那由他宫殿园林周匝围绕。此四天下阎浮提内有一国土，名宝花灯，安稳丰乐，人民炽盛，其中众生俱行十善，有转轮王于中出现，名毗卢遮那妙宝莲花记，于莲花中忽然化生，三十二相以为言好，七宝具足，望似天下，恒以正法教导群生，王有千子，端正勇健，能服渊敌，百万亿那由他宫人才女，皆悉与王同种善根，同修诸行，同时诞生，端正殊妙，犹如天女，身真金色，常放光明，诸毛孔中横出妙香，良臣猛将具足十亿，王有正妃，名圆满面，是王女宝，端正殊特，皮肤金色，目发干青，颜瞳泛阴，身有天香，常放光明，照千游寻，其有一女，名普智艳妙德眼，形体端严，色相殊美，众生见者情无厌足。尔时众生寿命无量，或有不定而终夭者，种种形色，种种音声，种种名字，种种族姓，愚智勇怯贫富苦乐，无量品类皆悉不同。十，或有人欲于人言，我身端正，汝行鄙陋，作事于矣，地相回汝，即不善业，以是业故，寿命色力一切乐事悉皆损减。十，彼城北有菩提树，名普光法云音床，以念念出现一切如来道场，庄严坚固摩尼王而为其根，一切摩尼以为其干，众杂妙宝以为其业，次第分布并相称可，四方上下圆满庄严，放宝光明，出妙音声，说一切如来甚深境界。于彼树前有一香池，名宝花光明，严法雷音，妙宝为岸，百万亿那由他宝树围绕，一一树形如菩提树，众宝璎珞周匝垂下，无量楼阁皆宝所成，周遍道场以为严饰，彼香池内出大莲花，名普现三世一切如来庄严境界云，须弥山微尘数佛于中出现，其第一佛名普智宝焰妙德床，于此花上最初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无量千岁演说正法，成熟众生。其彼如来未成佛时，十千年前，此大莲花放尽光明，名现诸神通，成熟众生。若有众生欲思光者，心自开悟，无所不了。知十千年后佛当出现，九千年前放尽光明，名
一切众生离垢灯，若有众生欲思光者，得清净眼，见一切色，知九千年后佛当出现，八千年前放大光明，明一切众生业果因。若有众生欲思光者，悉得自知诸业果报，知八千年后佛当出现。七千年前放大光明，明生一切善根因。若有众生欲思光者，一切诸根悉得圆满，知七千年后佛当出现。六千年前放大光明，明佛不思议境界因。若有众生欲思光者，其心广大，普得自在，知六千年后佛当出现。五千年前放大光明，明严净一切佛刹因。若有众生欲思光者，悉见一切清净佛土，知五千年后佛当出现。四千年前放大光明，明一切如来境界无差别灯。若有众生欲思光者，悉能往尽一切诸佛，知四千年后佛当出现。三千年前放大光明，明三世明灯。若有众生欲思光者，悉能现见一切如来诸本是海，知三千年后佛当出现。二千年前放大光明，明如来离异智慧灯。若有众生欲思光者，则得普眼见一切如来神变，一切诸佛国土，一切世界众生，知二千年后佛当出现。一千年前放大光明，明令一切众生见佛及诸善根。若有众生欲思光者，则得成就见佛三昧，知一千年后佛当出现。次七日前放大光明，明一切众生欢喜因。若有众生欲思光者，得普见诸佛生大欢喜，知七日后佛当出现。满七日已，一切世界悉皆震动，纯净无染，念念普现十方一切清净佛刹，意现彼刹种种庄严。若有众生根性纯熟，应见佛者，咸意到场。尔时，彼世界中一切沦为，一切须弥，一切诸山，一切大海，一切地，一切城，一切垣墙，一切宫殿，一切音乐，一切语言，皆出音声，赞说一切诸佛如来神力境界。又出一切香云，一切烧香云，一切墨香云，一切香摩尼形象云，一切宝焰云，一切焰藏云，一切摩尼衣云，一切璎珞云，一切妙花云，一切如来光明云，一切如来圆光云，一切音乐云，一切如来愿生云，一切如来言音海云，一切如来相好云，显示如来出现世间不思议相。善男子，此普照三世一切如来庄严境界大宝莲花王，有十佛刹微尘数莲花周匝围绕，
珠帘花内悉有摩尼宝藏狮子之座，一一座上皆有菩萨结跏趺坐。善男子，彼普智宝焰妙德床王如来，于此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，即于十方一切世界中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随众生心悉现其前，为转法轮于一一世界，令无量众生离恶道苦，令无量众生得生天中，令无量众生住于声闻辟支佛地，令无量众生成就出离菩提之行，令无量众生成就勇猛床菩提之行，令无量众生成就法光明菩提之行，令无量众生成就清净根菩提之行，令无量众生成就平等力菩提之行，令无量众生成就入法城菩提之行，令无量众生成就遍至一切处不可坏神通力菩提之行，令无量众生入普门方便道菩提之行，令无量众生安住三昧门菩提之行，令无量众生成就圆一切清净境界菩提之行，令无量众生发菩提心，令无量众生住菩萨道，令无量众生安住清净波罗蜜道，令无量众生住菩萨初地，令无量众生住菩萨二地乃至十地，令无量众生入于菩萨殊胜行愿，令无量众生安住普贤清净行愿。善男子，彼普智宝焰妙德床如来现如是不思议自在神力转法轮时，于彼一一诸世界中随其所应念念调伏无量众生。十普贤菩萨之宝花灯王城中众生，自是色貌及诸境界，而生骄慢临灭他人，化现妙身端正殊特，往一彼城，放大光明普照一切，令彼圣王及诸妙宝日月星宿众生身等一切光明悉皆不现，譬如日出众景夺耀，亦如巨墨对阎浮金。十诸众生咸作誓言，此为是谁？为天为梵今放此光，令我等身所有光色皆不显现，种种思维无能解了。二十普贤菩萨在比伦王宝宫殿上虚空中住，而告之言：大王当知，今汝国中有佛星士，在普光明法云阴床菩提树下。十圣王女莲花妙眼见普贤菩萨所现色身光明自在，即闻身上诸庄严具所出妙音，心生欢喜，作如是念：愿我所有一切善根得如是身，如是庄严，如是相好，如是威仪，如是自在。今此大圣能于众生生死长夜黑暗之中放大光明，开示如来初心于世，愿令于我亦得如是，
为诸众生作至光明，破彼所有无知黑暗。愿我所在受生之处，常得不离此善知识。善男子，时转轮王与其宝女、千子、眷属、大臣、辅佐四种兵众及其城内无量人民前后围绕，以王神力俱生虚空，高亦游巡，放大光明照似天下，普使一切贤德瞻仰，欲令众生俱往见佛，以记赞曰：如来出世间，普救诸群生，汝等应速起，往诣导师所。无量无数劫，乃有佛心事，演说深妙法，饶益一切众。佛观诸世间，颠倒常痴惑，轮回生死苦，而起大悲心。无数一千劫修习菩提行，为欲度众生，思由大悲力，头目手足等一切悉能舍，为求菩提故，如是无量劫，无量一千劫导师难可遇，见闻若成事，一切无空过，今当供汝等往观调御尊，坐于如来座，降魔成正觉，瞻仰如来身，放眼无量光，种种微妙色，除灭一切暗，一一毛孔中放光不思议，普照诸群生，咸令大欢喜。汝等贤应发广大精进心，亦彼如来所恭敬而供养。尔时转轮圣王说偈赞佛，开悟一切众生已，从轮王善根出十千种大供养云，往诣道场向如来所。所谓一切宝盖云，一切花帐云，一切宝衣云，一切宝灵网云，一切香海云，一切宝座云，一切宝床云，一切宫殿云，一切妙花云，一切诸庄严巨云，于虚空中周遍严饰。道矣，顶礼普智宝焰妙德床王如来足，绕无量百千匝，即于佛前作普照十方宝莲花座。时转轮王女普智焰妙德眼集结身上诸庄严具，持以散佛。时庄严具于虚空中变成宝盖，宝网垂下，龙王执持，一切宫殿于中建立，十种宝盖周匝围绕，形如楼阁，内外清净，诸璎珞云及珠宝树、香海摩尼以为庄严。于此盖中有菩提树，枝叶容貌普覆法界，念念示现无量庄严。毗卢遮那如来坐此树下，有不可说佛刹微尘数菩萨前后围绕，皆从普贤行愿出生，住诸菩萨无差别住。亦见有一切诸世间主，亦见如来自在神力，又见一切诸劫次第世界成坏，
又亦见彼一切世界一切诸佛初心次第，又亦见彼一切世界一一皆由普贤菩萨供养于佛调伏众生，又亦见彼一切菩萨莫不皆在普贤身中，亦见自身在其身内，亦见其身在一切如来前、一切普贤前、一切菩萨前、一切众生前，又亦见彼一切世界一一各有佛刹微尘数世界种种寂盼、种种任持、种种形状、种种体性、种种安布、种种庄严、种种清净、种种庄严云而覆其上，种种劫名、种种佛心、种种三世、种种方处、种种住法界、种种入法界、种种住虚空、种种如来菩提场、种种如来神通力、种种如来狮子座、种种如来大众海、种种如来众差别、种种如来巧方便、种种如来转法轮、种种如来妙音声、种种如来言说海、种种如来气经云，既见是已，其心清净，生大欢喜。普智宝焰妙德床王如来为说修多罗，名一切如来转法轮，十佛刹微尘数修多罗而为眷属。十彼女人闻此经已，则得成就十千三昧门，其心柔软，无有粗强，如初受胎，如始诞生，如梭罗树初始生涯，彼三昧心亦复如是。所谓现见一切佛三昧，普照一切刹三昧，入一切三世门三昧，说一切佛法轮三昧，知一切佛愿海三昧，开悟一切众生，令出生死苦三昧，常愿破一切众生暗三昧，常愿灭一切众生苦三昧，常愿生一切众生乐三昧，教化一切众生不生疲厌三昧，一切菩萨无障碍床三昧，普益一切清净佛刹三昧，得如是等十千三昧已，复得妙定心、不动心、欢喜心、安慰心、广大心、顺善知识心、圆甚深一切智心、住广大方便海心、舍离一切执着心、不住一切世间境界心、入如来境界心、普照一切色海心、无恼害心、无高惧心、无疲倦心、无退转心、无懈怠心、思维诸法自性心、安住一切法门海心、观察一切法门海心、了知一切众生海心、救护一切众生海心、普照一切世界海心、普生一切佛愿海心、悉破一切障山心、积极福德助道心、现见诸佛实力心、普照菩萨境界心、增长菩萨助道心、遍圆一切方海心、一心思维普贤大愿、发一切如来十佛刹微尘数愿海、
愿严禁一切佛国，愿调伏一切众生，愿遍知一切法界，愿普入一切法界海，愿于一切佛刹尽未来季节修菩萨行，愿尽未来季节不舍一切菩萨行，愿得亲近一切如来，愿得成事一切善友，愿得供养一切诸佛，愿于念念中修菩萨行，增一切智，无有间断，发如是等十佛刹微尘数愿海，成就普贤所有大愿。十，彼如来复为其女开示演说发心以来所及善根，所修妙行，所得大果，令其开悟，成就如来所有愿海，一心去向一切智慧。善男子，复于此前过十大劫，有世界名日轮光摩尼，佛号因陀罗床妙相，此妙言女于彼如来以法之中，普贤菩萨劝其修补莲花座上，故坏佛像，既修补已而复彩画，既彩画已复宝庄严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善男子，我念过去有普贤菩萨善知识故，种此善根，从世以来不堕恶趣，常于一切天王人王种族中生，端正可喜，众相圆满，令人乐见，常见于佛，常得亲近普贤菩萨，乃至于今世道开悟，成熟于我，令生欢喜。善男子，于意云何？尔时毗卢遮那藏妙宝莲花记转轮圣王者起一人呼，今弥勒菩萨是。时王妃圆满面者寂静婴孩夜神事，今所住处去此不远。时妙德眼童女者即我身世，我于彼时身为童女，普贤菩萨劝我修补莲花座像，以为无上菩提因缘，令我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我于彼时初始发心，赐复引导，令我得见妙德床佛，解身璎珞，散佛供养，见佛神力，闻佛说法，即得菩萨普现一切世间，调伏众生解脱门。于念念中见须弥山微尘数佛，亦见彼佛道场众会清净国土，我皆尊重恭敬供养，听闻说法，依教修行。善男子，过彼毗卢遮那大威德世界圆满清净劫已，次有世界名宝轮妙庄严，劫名大光，有五百佛于中出现，我皆成事恭敬供养，其最初佛名大悲床，初出家时我为夜神恭敬供养，次有佛出名金刚那罗延床，我为转轮王恭敬供养，其佛为我说修多罗名一切佛出现，十佛刹微尘数修多罗以为眷属，次有佛出名
金刚无碍德，我于彼时为转轮王恭敬供养，其佛为我说修多罗，名普照一切众生根，须弥山微尘数修多罗而为眷属，我皆受持。次有佛出，名火焰山妙庄严，我于彼时为长者女，其佛为我说修多罗，名普照三世藏，阎浮提微尘数修多罗而为眷属，我皆听闻如法受持。次有佛出，名一切法海高胜王，我为阿修罗王恭敬供养，其佛为我说修多罗，名分别一切法界五百修多罗而为眷属，我皆听闻如法受持。次有佛出，名海月法光明，我为龙王女，欲如意摩尼宝云而为供养，其佛为我说修多罗，名增长欢喜海，百万亿修多罗而为眷属，我皆听闻如法受持。次有佛出，名宝焰山灯，我为海神，欲宝莲花云恭敬供养，其佛为我说修多罗，名法界方便海光明，佛刹微尘数修多罗而为眷属，我皆听闻如法受持。次有佛出，名功德海光明轮，我于彼时为五通仙，现大神通六万诸仙前后围绕，欲香花云而为供养，其佛为我说修多罗，名无着法灯，六万修多罗而为眷属，我皆听闻如法受得。次有佛出，名毗卢遮那功德藏，我于彼时为主地神，名出生平等意，与无量地神俱，欲一切宝树，一切摩尼藏，一切宝璎珞云而为供养，其佛为我说修多罗，名出生一切如来智藏，无量修多罗而为眷属，我皆听闻受持不忘。善男子，如是次第其最后佛，名充满虚空法界妙德灯，我为妓女，名曰美颜，见佛入城歌舞供养，成佛神力永在空中，以千偈颂赞叹于佛，佛为于我放眉间光，名庄严法界大光明，遍处我身，我蒙光矣，即得解脱门，名法界方便不退藏。善男子，此世界中有如是等佛刹微尘数劫，一切如来于中出现，我皆成是恭敬供养，彼诸如来所说正法，我皆意念，乃至不忘一文一句，于彼一一诸如来所称扬赞叹一切佛法，为无量众生广作利益，于彼一一诸如来所得一切智光明，现三世法界海，入一切普贤行。善男子，我依一切智光明故，于念念中见无量佛，既见佛已，
先所未得，先所未见，普贤诸行，悉得成满。何以故？以得一切智光明故。尔时，普救众生业神欲重明此解脱意，成佛神力，为善财童子而说颂言：善财，听我说，甚深难见法，普照于三世一切差别门。如我初发心，专求佛功德，所入诸解脱，汝今应谛听。我念过去世，过刹微尘劫，次前有一劫，名圆满清净。是时有世界，名为遍照灯，须弥陈述佛，于中初心事。初佛名智焰，次佛名法床，第三法须弥，第四得狮子，第五寂静王，第六灭诸见，第七高明称，第八大功德，第九明圣日，第十明月面。于此十佛所，最初悟法门，从此后次第复有十佛出，初名虚空处，第二名普光，三名住诸方，四名正念海，五名高胜光，六名须弥云，七名法焰佛，八名山圣佛，九名大悲花，十名法界花。此时出现时，第二悟法门，从此后次第复有十佛出，第一光床佛，第二智慧佛，第三心意佛，第四德主佛，第五天慧佛，第六慧王佛，第七圣智佛，第八光王佛，第九勇猛佛，第十莲花佛。于此十佛所，第三悟法门，从此后次第复有十佛出，第一宝焰山，第二功德海，第三法光明，第四莲花藏，第五众生眼，第六香光宝，七须弥功德，八前踏婆王，第九摩尼藏，第十寂静色。从此后次第复有十佛出，初佛广大智，次佛宝光明，第三虚空云，第四殊胜相，第五圆满界，第六那罗延，第七须弥德，第八功德轮，第九无胜床，第十大树山。从此后次第复有十佛出，第一婆罗藏，第二世主身，第三高显光，第四金刚照，第五地威力，第六甚深法，第七法会音，第八须弥床，第九圣光明，第十妙宝光。从此后次第复有十佛出，第一梵光明，第二虚空音，第三法界身，第四光明轮，第五智慧床，第六虚空灯，第七微妙德，第八遍照光，第九圣福光，第十大悲云。从此后次第复有十佛出，第一立光会，第二普现前，第三高显光，
第四光明身，第五法起佛，第六宝相佛，第七素疾风，第八勇猛床，第九妙宝盖，第十照三世。从此后次第复有十佛出，第一愿海光，第二金刚身，第三须弥德，第四念床王，第五功德会，第六智慧灯，第七光明床，第八广大智，第九法界智，第十法海智。从此后次第复有十佛出，初名布施法，次名功德轮，三名圣妙云，四名忍智灯，五名寂静音，六名寂静床，七名世间灯，八名深大愿，九名无胜床，十名智焰海。从此后次第复有十佛出，初佛法自在，二佛无碍会，三名意海会，四名众妙音，五名自在师，六名普现前，七名随乐身，八名助圣德，第九本性佛，第十贤德佛。须弥陈述劫，此中所有佛，普作世间灯，我悉曾供养。佛刹微尘劫，所有佛出现，我皆曾供养，入此解脱门。我于无量劫修行得此道，汝若能修行，不久亦当得。善男子，我为知此菩萨普现一切世间，调伏众生解脱，如诸菩萨摩诃萨，即无边行，生种种解，现种种身，具种种根，满种种愿，入种种三昧，起种种神变，能种种观察法，入种种智慧门，得种种法光明，而我云何能知能说彼功德行？善男子，去此不远，有主夜神，名寂静音海，坐摩尼光床庄严莲花座，百万阿僧祇主夜神前后围绕。汝亦彼问，菩萨云何学菩萨行，修菩萨道？十善财童子顶礼其足，绕无数匝，殷勤瞻仰，